存着信心死的，到死了还没有得到所应许的，这个心情不得了的。我们通常我们所渴望所求的就是在今生，对吧？我生命都结束了，我还没得到，不用说一辈子，甚至我们祷告了几年时间，主啊你还没垂听我的祷告，我们都灰心的。但是这些人他是到死都没有得到所应许的，这个是什么样的信心呢？这个是超越死亡的信心。就好像在这个刚才诗歌里面唱的，有这个信心的眼睛，甚至看到死亡之后的事情。死亡不是一个结束的，在我们世人的眼中，我们都觉得人死如灯灭，这一辈子我们就算完了。我们所努力的，我们甚至信主，我们也想在今生我们能够过得好一点，对吧？我们也得到很多的祝福，也都是停留在这一辈子。但是呢，我们发现有很多信耶稣的人，他这一辈子都是很苦的过来的。那我们还要不要信呢？这些人他说是存着信心死的，到死都还没有得到所应许的，他们仍然的信下去，因为他们的信心是超越了这个死亡。这正是我们今天所有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很需要。我们是不是能够连死都不怕呢？我们是不是能够看到死亡之后的事情呢？这个信心不但表现在他们到死的都还没有得到所应许的，他们却是从怎么样远处看见。我们的眼睛我们通常就看到比较再近一点的，我是高度近视的，我不戴眼镜就看不到远处的地方的。但是这一般人他们凭着信心呢，他们是怎么样超越这个眼见的。我们通常都是眼见为实，对啊，我都没见过，我怎么能够确定呢？但是这一般人，这帮有信心的，他们真正跟随基督的人，他的眼睛超越了这个眼界，有这个属灵的眼睛。好像眼光这首歌，我非常喜欢这首歌，他看到了怎么样，无论多么的黑暗，他看到了快要来的黎明。无论路有多么的长，多么的远，山有多么的高，他可以跨越这些，有这个属灵的眼睛。今天我们实在需要，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要有这个信心的眼睛。我们如果没有信心的眼睛，我们信的跟世人信的一样的，对吧？我们也都是眼见的，我们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那我们的生命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一般人他因为神的应许，他就相信了，他超越了这个死亡，超越了这个眼见，甚至在极其困难绝望当中，他也能够跟随着他信。我们是否是这样子的？不但这个信心他看见了，他是怎么样欢喜的，这里讲的欢喜迎接，整个的身心都影响的。所以有信心的是真的不一样的，你会看得见的。我们今天我们知道很多人信主，很多的人星期天我们都来敬拜主，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不同的事情，而这些不同的事情都在试验着我们的信心。我们到底是不是有一个更高的层次？我们是否有更成熟的信心呢？当有这些信心的时候，他的整个生命散发出来的这个馨香之气完全不同的，我们就不再是死气沉沉的，不再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是哇，我也跟别人好像不信主的人没两样，我们也是紧张，我们也是绝望，我们也是担心愁苦。然后等这些事情都过去了，哎呀，我们又好像又信心又来了。但是这样子的信心真的还不够的，不够的。不但这个信心超越了这个死亡，超越了眼见，这信心还超越了我们今生。这里讲到他说这一般人是怎么样，他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寄居的，是客旅。有谁会承认自己是寄居的，是客旅的？我记得我来到加拿大到现在常常搬家的，
可能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都经常有这样子的经历，当你搬家的时候，当你还没有稳定住处的时候，你都不会为自己准备很多东西的，因为你每一次搬家都会发现怎么样，怎么东西又多了很多，你都发现哎呀太辛苦了。我们如果有这个心态，是寄居的，是客旅的话，我们就不会为我们累积很多使我们很辛苦的这些事情。那这一帮人他是存着信心的，这一帮人存着信心的时候，他怎么样，他把这一辈子，把这一生，他是当作一个寄居的，只是客旅的，我的家不是在这个地上的，我只是在这里寄居的，我只是在租房子的这个阶段的。当遇到这些很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心也会容易的平静，因为你知道我只是寄居的，我只是寄居。我记得前两三年吧，我有一次去西部，因为工作的原因，在西部的时候，因为第二天去安蒙顿，因为第二天很早又要起来坐飞机去另外的一个城市，所以当时就是接待我的一个弟兄，他的突然之间有点就是家庭里面有点改变，所以当时我去他家的时候都要11、12点的，还不知道睡在哪里，然后也不知道卫生间在哪里，所以到最后就是哎呀就是随便的就在沙发上面就是就是躺下就睡着了，因为第二天很早差不多4、5点又要离开这个地方了。当时呢也没有觉得就是哎呀好像心里很难过很难受，为什么呢？因为只是住只是睡几个小时马上又走了。我们的人生，我们是否有这个心态呢？我们真的一生有的时候会很短暂的，我们是不是抓着这个今生呢？这里有信心的人，他们知道这一生不能够使他们满足的，他们知道这一生他来到这世上他只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也是这些信心的人，跟随主的人，他们在心里面他们都有这个认定，所以他们面对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没有很在意的，他们知道神为他们预备的一座坚固的城，一个永不动摇的城，这是在天上的。所以这一帮人是存着信心的，有信心的人他们自然的就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的。我记得我在前不久看过一个见证，就是讲到李天恩老弟兄的一个见证，可能大家都很熟的，是一个在中国大陆很在早期很出名的一个老传道人，为主受了很多的苦，被逼迫劳改。他说他劳改被放出来，他被安排到医院里面去做清洁工。那做清洁工的时候，这个院长呢就特别的交代，因为知道他是传道人的，他说我请你乃是做清洁工的哈，不是传道的，不是来宣教的，不是传耶稣的。那的老传道人也没有回答他，他就在那里很认真的做每一样的事情，就是当时的到一段时间几个月之后吧，那个院长又找他谈话，他说你都在做什么呢？他说我在做清洁工啊。他说你有没有传耶稣啊？他那个李弟兄说我也没传啊。他说为什么现在就是很不一样呢？就是好像病房里面很多的那些病人都开始祷告了。他说你还没传，如果你传的话，那这个医院这不是很快就变成教堂了吗？原来是这样子的，原来这个老弟兄安排他做清洁工，人家那些病人看到这个人是很不同的，跟
其他清洁工不同的，这个老弟兄做清洁工，他怎么样就把那些拐角的那些在阴暗那些角落从来没有人扫的他都扫了，并且呢煮的饭有些太咸了，他就替这些病人到厨房去拿开水，太淡了他就替病人去厨房去拿酱油，是这样子的服侍他们。所以有一天那些病人就很奇怪，他说你这个人很不同啊，然后他就开始讲他为什么不同了。所以他说我也没有床啊，是他们问我是这样子的。所以整个那些病房的病人都因着这个老弟兄，他看到了基督的真实。今天我们是否有信心呢？今天如果我们有信心的话，我们所生活出来的这个方式给周围的人那个影响是很震撼的，不单单我们用口讲，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散发出来，我们生命里面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这些的就是神的话语，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见证。有一个故事讲到在早期被逼迫的一群的基督徒，他们在冰天雪地当中，他们被怎么样被要求说要脱下衣服，然后朝着这些冰天雪地被冻死，如果你不放弃你的信仰，但是如果你放弃你的信仰你就可以回去。结果很多的基督徒一个一个的就是这样子死掉的，但其中一个怕了，有一个虽然他说是基督徒，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他害怕的，他说我不信的，他就回头跟这个送他这个关押他的这些士兵讲，我不信的，就往回走。结果其中有一个士兵他说你不去我去，我去。这个士兵原来怎么样，他本来是不信上帝的，不信耶稣的，结果他从这些人这些死的人这殉道的基督徒在他们的这些生命里面他看到了，他说这些人走去死地的时候，他看到好像天开了，看到一个一个的人有天上的这个荣耀，有主在那里接这些基督徒，所以他看到这个天上的荣耀，他说我要信耶稣，我宁可我不做士兵的，我宁可死，我也要得到这个最美的这个祝福，这个永恒的家乡，更美的家乡。所以我们看到有信心的这个眼睛，我们所看见的是很不同的。这些人是存着信心死的，他们给我们一个见证，就是他们有这个信心，是对神所应许的这更美的这个家乡这个执着。他们看见了，他们怎么样就欢喜，就怎么样抓住，好像亚伯拉罕，他的信心是超越了时空的。在他的时候，跟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差了差不多2000年的时间，但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时候，就说到这个亚伯拉罕就是耶稣的祖宗的，他说他看见了主耶稣的日子，他就欢喜就快乐。所以我们今天是否我们的眼光，我们今天出去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跟世人所看见的不一样的，我们所看见的是否就是那天上的那一座神为我们预备的那座城，那个更美的家乡呢？这是这些人有这样子的一个特征，他们怎么样跟世人所生活的这个完全不同的，是存着信心的。不但他们是存着信心的，他们怎么样，这里讲到他说14节讲到，他说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这些人另外一个特征呢，很特别的，就是怎么样，他说他们在寻找，他们在找。他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在找一个家乡，他们在寻找啊，这个找表明了他们整个生活的整个的心态，他们在寻找。我们是否也是在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的，在寻找？为什么他们要在找呢？为什么他们要找呢？
因为他们不满足，不满足。我记得啊，我好多年前，我为什么要出国呢？我也是心里面因为不满足，心里面我就想着，在离开我所居住的这个家乡，可能外面还有更加精彩的人生。我对我所处的这个环境我不满足，所以我就离开我所居住的地方。我想这也是很多人怀着这样子的一个心移民，我们不满足，我们不满足我们所拥有的。而这些人，这些有信心的人，他们怎么样？他们也是不满足的，他们不满足，甚至他们是很多的财富也不能够让他们满足。像亚伯拉罕也是很有财富的，像大卫他都做了以色列的君王的，他满足啊。他在诗篇里面说他也是寄居的，他当作自己是寄居的，他不满足。所罗门他拥有智慧，世上最聪明的人，他满足了他也不满足。所以奥古斯丁说得很好，他说神就在我们人心里面好像放了一个东西的，人是不能够得到满足，不能够得到安息，除非怎么样，人在上帝那里，人在上帝里面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安息，真正的满足。我们不满足这些东西，世上的这些东西都不能够使这些信心的人，这些经历神恩典的人满足的，所以他们就开始寻找了。他们在寻找什么呢？他们在寻找一个更美的家乡。寻找这个家乡，他说不是在地上的，他们如果寻找在地上的，他们还可以有回去的这机会的，他们可以回去，但是他们所寻找的是怎么样？是那个在天上的，那更美的家乡，在天上的这个家乡，是一个怎么样？不在这个俗世的层面的。我们是否，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是否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不满足的？我一定要寻找，我寻找一直找到为止的。就好像主耶稣很多比喻里面讲到，寻找寻找，好像珠宝一样，好像一个很宝贵的一个东西，你一直在寻找，一直找到为止，你这个心才能够安息下来的。我们真的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虽然我们活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享受很多可以让我们很满足的东西，我们可能在安定的环境里面，我们可能无忧无虑，我们可能怎么样啊？好像我们有很多的儿女，我们生养众多，好像你们这个教会有很兴旺，我们是不是就停留在这样子的一个层面呢？不是的，这里讲到这一帮人，他们仍然的在他们有生之年，他们在寻找的一个地方，就是天上的属灵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今天我们是否也是这样子，也是在这样子的不满足当中，我们一定要得到为止的。我记得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心里就是好像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因为我从来的都没有体会过那种就是另外的那种属灵的这个层面的东西。我所追求的就是吃喝玩乐。我记得当时我最大的一个最开心的是怎么样，就是一周当中有一天我到处的去逛酒铺，买一箱酒回来就跟几个朋友在一起喝酒，这就是我的人生。我不知道你们的人生是怎么样的，可能有一些东西是你很 enjoy 的，是你觉得哎呀在当中我就很享受的。但是呢，如果你没有真正的在神里面，你的满足你的享受很快就过去了，你心里面有很多的，又有很多不满足的。求神今天能够提醒我们。那时候我信了主之后，我真的就是
看到哇，原来这个属灵的这个层面，这个世界里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但是我真的很想每一天都是星期天的，我很想说每一天我都能够听到。结果呢，我就找到了上网 Internet。然后我就哇，我说真的在网站上面，我不是可以天天我都可以听到吗？当时真的很渴慕，希望有什么聚会我都去参加的。为什么呢？因为不满足啊！因为我看到我原来我前面的二三十年，我真的是对属灵的方面是完全是一片空白的。我很想有这样子在神里面，好像诗人所说的。如露切母溪水啊，好像他干渴，他很想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他那在那里渴慕水，好像渴慕神那样子的渴慕水，好像渴慕水一样的渴慕神。我们是不是也是有这样子的心态的？在前不久，在大都市培灵会的讲员陈世贤牧师记得在大都市同工会，他在培灵会之前，他跟我们分享的他自己在这几年他生命里面的一个经历，也是我想也是很多我们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的生命里面的一个经历。他说他侍奉，他很早就出来侍奉了，二三十年都一直在侍奉，但是呢，他说他一直心里面有一个不满足，他说这叫做 holy discontent。他是不满足，为什么呢？他好像他说他是做牧师的，他常常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他说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很确定的，因为这是神的话语。但是他说他跟神之间，好像他很难的有那种好像很亲密的关系。他讲是会讲的，他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也是很确定的。但是在他生命里面，他好像跟神之间，好像是没有那么多的经历，那么多的经验，他好像对神的话语还是似懂非懂的。这也是真的，也是我自己在这一段一直在反思的一个问题。我们圣经，我们也读了很多很多，但是我们真的能够看到我们跟神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是否真的能够去体会、去经历、去体验，让这些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些的关系成为一个真实的，不单单就是我们头脑里面，就是我们每一周好像一个任务，我来到教会，哎，我敬拜完，我感觉好，然后我又离开，然后这一周就好像又过我一样的，我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好像神在我生命里面，在我每一天生活里面，好像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的。这些人不是的。圣经里面刚才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到十六节这里讲到这一帮人是不同的，他们生活，他们整个的人生，他们在追求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才能够真正的满足，真正的使他们满足。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讲到，今天如果我们跟主耶稣是一同复活的，我们如果是真的跟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的心是怎么样？我们是怎么样？是思念天上的事，我们不在，我们停留在地上的。所以我们巴不得神的灵就在我们弟兄姐妹心里面来工作，给我们有这个属灵的眼光，我们能够看到我们今天所蒙的召、所蒙的恩召啊，是何等的浩大，我们的盼望，我们在天上的这个基业是何等的荣耀的。这样子才能够让我们的跟随，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活的见证。我们是带着生命，我们来敬拜，我们参加侍奉，我们所有的这些有关系的这些基督徒生活的这些事情，我们是带着这个激情去做的，我们有这个 passion 去做的，不单单就好像一个负担，哎呀，又要叫我去更美的家乡，更美家乡的这个敬拜团，哎呀，又要念诗，哎呀，很多的好像家里又有很多的，哎呀，又有很多的工作，哎呀，就是很多的压力。今天是不是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觉得很累了，担子很重了？我们是否认我们的
生活里面，我们就少了这份激情了。但是这些人，他们也一样的，他们也会生病的，他们也有家庭的事情的，他们也要面对不稳定的，当时是寄居在那些的不在他们属于他们的地方的，他们人生经历很多的挫折困难的，他们跟你跟我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带着这个激情，他们带着这个盼望，他们的眼睛就真的能够穿透了这个看不见的这个黑暗，这个云层，他们直接看到了在天上为我们所预备的，因为他们是这样子的，在寻找着他们的一生，在这个寻找，直到找到为止。所以这帮人给我们的震撼是很大的，特别读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时候，这些人他们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震撼。我记得我还没信主的时候，我读的这一章的时候，当时给我想到的就是我见到的那些我以前读过的那些，好像刘胡兰啊，那像东纯瑞啊，但可能大家有一些年轻的可能不记得了，但是我就想到这一帮人，哇，就是那些共产党员，他们也是有这样子的，有这样子的一个动力的。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是否也有这个动力的？难道我们都比不上他们呢？如果我们的一生都比不上他们的时候，我们真的，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实在实在很可怜的。我们的一生难道都没有他们有一个理想，他们可以摆上他们的一生？我们有一个确实的神的应许，我们的一生应当怎么过的？这些讲到，他说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这些人，他们怎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有的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羊皮，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群罚、患难、苦害，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求神让这些走过来的人，这些人好像云彩一样的这些见证人，能够激励我们，让我们的眼光能够被调整。我们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不单是这个属世的、眼见的，我们今生的，我们看见的是神要我们所看见的。我们不是以世上的这些东西为满足，而是怎么样？我们在寻求，我们在寻找，我们追求这个属灵的事情。只有神，只有神的事情才能真正的满足我们。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我今天我得到了吗？我今天我满足了吗？是否这一切已经使我满足了？使徒保罗他没有满足，他说他还是在怎么样，在追求当中。他忘记背后，他努力面前。圣经这么多卷书都是他写的，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但是他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向着这个标杆，我一直的在奔跑。我们今天是不是说我停下了，我就不追求了？我们求神给我们有这样子的激励，让我们也像他一样，我们可以向着标杆，朝着这个更美的家乡我们奔跑。我们是一个叫朝圣者，一个叫天路客，我们是朝着这个方向，因为神为我们预备更美的家乡。那这些人他们不但是有信心的，他们还有寻求的心。还有第三点，他们很特别的，他们十六节讲到，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些人生命的一个特质，就是他们有一个渴慕的心。这里讲到羡慕，也可以翻译成爱慕、渴慕。他们有这个 desire， 他们不单单是有信心，不单单是追求，他们有这个爱慕啊，有这个渴慕的心。我们什么时候心能够有渴慕的、有这个爱的心呢？
我记得我以前是很喜欢看看这个武侠小说的，在初中的时候就接触到武侠小说，然后一直到高中都是好几本好几本连续的看，甚至就是前几年吧，我没结婚之前，但是我发现原来很多的这些我所熟悉的什么《笑傲江湖》啊，什么《天龙八部》啊，什么金庸、古龙、梁羽生，这些都拍成戏了。我在电脑里面一点，哇，这都出来了。结果呢，我一下子就被迷住了，一直看，一直看，看到了11点，哎呀，好像后面还有挺好看的。他这个结尾，电视连续剧的结尾，大家都很熟悉的。你不看是不行的，12点、1点、2点看到通宵。哇，当时我心里很难过，我才开始体会到为什么这些年轻人小孩子被电脑迷住了，一迷住就是一整天，几天几夜都可以的。我们人真的实在是很软弱，我们心里面其实有我们自己一些所爱慕的，你可能不知道，但是当那些东西出来的时候，你就被迷住了。我们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很爱慕的，很爱慕的，但是这些人，这些属神的这些儿女，神的百姓，他们在这一生当中，他们心里面也有一个渴慕的。他们渴慕什么呢？他们渴慕更美的家乡，他们渴慕的就是这一样东西，更美的家乡。这个美在哪里呢？美在哪里？在这个家乡里面，它是没有罪恶的，没有痛苦的，没有流泪，没有患难，没有逼迫，没有误会，没有战争，没有死亡。今天我们好像活在加拿大，我们很多人花了很多的代价移民，我们以为这个地方就是我的家乡了，我的永久的居所了，很满足的，对吧？这也是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地方是很好的。但是直到有一天呢，我看到的，特别是最近很多的罪恶的事情，家庭里面的家庭暴力，甚至怎么样，孩子把父母杀死，父母把孩子杀死，都每一天都发生在我们的周围，有很多甚至是我们中国人的社区里面，碎尸案，所以很悲惨的事情。加拿大是否就是我们的更美的家乡呢？是不是我们永久的居所呢？前不久我岳父岳母去药店里面去买药，买回来打开一看，里面药原来已经被人家吃了2粒了。他刚刚移民出来，他说加拿大原来加拿大也发生这个事情，他以为在中国才有的。我也是很诧异的，就买了这个药拿回来，里面已经被人家吃了两片了。是不是我们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永久的居所了？有一首诗歌大家可能不是圣诗的哈，是流行歌曲，有一首这样子的歌，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他说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永华，为什么流浪，为什么流浪。这真的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人所处的困境，甚至我们今天已经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能够感受到地上这个世界最美好的地方，也是被罪所玷污的地方。我们可能我们很尽情的生活，但是周遭的这些事情，那些罪也是影响到我们，甚至直接影响到我们自己的生活的村子里面。这个地方不是最美的，只有神为我们预备的，这是更美的地方。因为那里怎么样，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我们不需要为怎么样，
为我们的生活，我们怎么样，汗流满面啊！我们不再担心的，好像被人算计啊，要防备人啊。我们不再担心的，我今天工作失去的，我一家庭的人怎么办？在那里，神是我们的神，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神要带领我的一生，我有软弱，但是神带领我的一生，神跟我一直住在一起。这也是启示录最后讲到我们最美的地方在哪里的，就是在天上那更美的家乡，神在那里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一帮人，当他们想到这些的时候，我想他们晚上他们醒过来，他们都笑的。在诗篇有提到，就是提到诗人呢、啊，他讲到，他说世上的人，他们以什么心满意足的？他们有很多的财富，他们有儿女，心满意足的。但是诗人说，我醒过来的时候，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如果我能够见到神的面，我就心满意足的。我能够在意当中见到神的面，就心满意足的。诗人在诗篇二十七篇有一件事，他说我诚求耶和华，我仍然寻求，我一生一世要寻求，就是怎么样，我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诗人说，我宁可住在神的殿中一天啊，我宁可胜过在其他地方住一天千日，我宁可替神的殿看门啊，我胜过住在怎么样恶人帐篷里面。今天我们是否有这个渴慕的心呢？因为只有这个渴慕的心，让我们整个生活方式我们就能够重新的调整。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有这个渴慕，我们就觉得这个世界就是我所要追求，这个世界就需要我用我一生的努力，我所有的精力，我要去保存的。我有一点点的时间精力呢，我才来追求。这些跟神的有关的事情就变成了额外的一些东西的，而不是我的全部。但是对这些人来说，或者说对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来说，神的事情才是我们的所有，其他都是帮助我们。我们当然要生活，我们要工作，但是这些都是为了我们更好的去追求，更好的去渴慕。我们心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我渴慕神，渴慕神，渴慕那一个他为我所预备的更美的家乡。所以这因为他们的渴慕直接的影响到神的心的，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想不到，我们这个平凡的人，我心里怎么样，我的人生怎么样，怎么会影响到这位在至高之处的这位上帝的这个心呢？没有，神真的是他跟我们人的关系超乎我们所想象的。这里面讲到，如果这帮人他不是如果，是因为他们有这个渴慕的心，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不以为耻的。就是说，神不会以这帮人为耻辱的。如果一个家庭，你有一个孩子，整天的惹事，整天的让你真的愁烦的，别人一提起这个孩子，你会觉得怎么样？脸上无光啊！如果你有一个孩子怎么样？哇，好像在世上人人羡慕的，很好的大学，很好的孩子，很乖的孩子，一提这个孩子，你也觉得怎么样？很光荣的。今天我们都是称为神的儿女，我们是否？我们想一想，刚才诗歌里面，我们把这个他们改成我，改成我们的时候，神不以我们为耻，神不以我为耻。我们是不是能够确定的这样子说，神啊，今天我的生活是否你不会以我为耻辱的？因为这一帮人他们羡慕，因为这一帮人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渴慕，有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神不会以他们为耻辱的，因为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座城就是在天上，神已经为他们预备好了。所以我们整个心态，我们直接影响到神的心，
我们如果我们不看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为宝贵，神的心也是在悲伤，神为我们可惜。今天我们是否真的能够，我们从这些属灵的伟人，我们看到我们的一生我们应当怎么度过呢？我们是否是有这个信心呢？世人没有信心，但是我们是否有这个信心呢？我们信神的话呢？我们是否我们有这个寻求的心？我一定要追求属灵的事情，直到我得到为止。我是否我心里面我渴慕，我渴慕上帝的事情，我渴慕这个更美的家乡，什么东西都不能够影响。好像保罗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讲的，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们的人生是否是这样子的？在100多年前嘛，大概100年前，在美国有一个食品大亨的，就是富豪的很有钱的家庭里面有一个孩子叫William Burden， 可能大家有听过。他在读中学的时候，中学毕业，他父亲就送他去环游世界。当他在经过亚洲的时候，看到那些很多人的贫困，他心里面就立志他要做一个宣教士。他写信回国，他的亲朋好友都觉得这个人真的是疯了，他说这样子会断送你的一生的。 William Burden 就在他的圣经里面写下的两个字，翻译成中文他说没有保留，没有保留。当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很多的大公司都请他去做事的，他父亲的事业里面也要他来做的，但是他都一一的回绝的。他在他的圣经里面又写下两个字，他说怎么样，永不后退，永不退后，永不退后。在他大学毕业之后，他很清楚神的呼召，他说要回中，他要去中国啊，向中国人传福音。所以他在途中的时候，但是他不幸却染上了脑膜炎，当时的脑膜炎是致命的，很快2-3个月他就死掉了。所以当这个消息，当时他死的时候才25-26岁吧，这个消息传回美国的时候，各大报纸都在登这个消息，很多人都为他可惜，这个年轻有为的，什么都有的，他说竟然怎么样断送了他的一生，非常的可惜。但是有人在他圣经里面又找到了另外两个字，没有后悔，毫无后悔。这就是他的一生。真的，今天我们不单单是 William Burden， 圣经里面讲的这么多的人，我们周围的，在我们就是几十年前我们中国大陆的，我们那些的跟随主的人，他们也是带着这样子的生命来生活的。我们求主今天在我们教会当中，在这个世代我们能够被兴起，我们兴起，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见证来跟随我们的主，因为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的眼睛就盯着这个更美的家乡。我们巴不得神能够在我们中间做这样子的大事情，改变我们的心，掌转我们，让我们的心思被他扭转，能够朝着他的方向来看这个事情，来过我们的一生。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感谢你的恩典，主你是何等的怜恤我们，主你不单单来到世上用你自己的生命，用你的宝血来拯救我们，主你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你还跟
还叫我们跟随你，在我们有生的年日里面，我们能够荣耀你的名字。主，你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一个应许，我们无论怎么样，我们都能够归到你那里。主啊，我们实在感谢你，求主把这个盼望深深地扎在我们心里面，那我们头脑，我们心思意念，我们所看重的就是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更美的家乡，那我们一生都能够朝着这个方向来生活。主，我们感谢你，求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位，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感谢赞美神，每一次谢传道到我们中间，都能把很好的信息带给我们。真的谢谢他，好不好？我们一起用。